此刻我想找你买台苹果手机给家里的长辈用，你有什么推荐吗？很简单啊，第一要大，又不能太大；第二别选直角边框；第三1-2000就合适了。老人家拿着4800万像素和 A16 的芯片也没什么用吧。那么像这个 XS XR、 苹果11+Plus 都能成功入选。反正我有很多粉丝朋友都是在我们这里买的苹果11送给老人家的。哦对了，给老人家用别忘了在设置中打开更大字体，图标也大，字体也大。至于具体买哪款呢，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吧。反正都1000多块钱，只有苹果11要贵一点点，2000多一点点。我自己还想买一台手机专门打大型游戏用。哎，想都不用想嘛，13 Pro Max、14 Pro Max、原神都可以最高画质120赫兹玩，但是别忘了上个散热器，因为画质拉满的时候发烫会掉帧。